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印海荣。孤寂的漫漫长夜最容易使人思绪万千，而那一轮明月更勾起人们对故乡的思念，对亲人好友的牵挂。唐代大和五年，也就是公元831年的中秋节，诗人王建与好友相聚，欢度佳节。他遥望着天边的明月，细嗅着庭院中桂花的芳香，牵挂起远在他乡的好友，时任户部郎中的杜元颖，做成了这首《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》。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，唐·王建。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刚才我们朗读的是唐代诗人王建的《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》。中庭地白树栖鸦，月光照在庭院里，地上好像铺了一层霜，寒鸦在树枝上停止了聒噪。诗人在描写中庭月色时啊，只用了地白两个字，就表现出了月光的冷清澄净。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唐代诗人李白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而树栖鸦三个字也简洁凝练地烘托出了月夜的寂静。冷露无声湿桂花，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啊，微凉的秋露打湿了庭中的桂花。诗人遥望着明月，思绪万千，写下了最后两句：今晚月明星稀，全天下的人都在望月。但同时望月，每个人的感情却不相同。不知道秋夜怀念故人的思绪会落在何处呢？这个落字用得生动形象，仿佛秋思随着月光的清辉一起洒落人间。诗人从和同伴一起望月联想到天下人的望月，又从赏月的活动升华到思亲思友，但他并没有正面抒情，直接向朋友倾诉自己的思念，而是用了一种委婉的疑问语气，这正是诗歌含蓄的美感。明明是自己在思念朋友，却偏偏说秋思落谁家，这就把诗人对月怀远的情思表现得深沉悠远。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，渲染出中秋赏月的感伤气氛，营造出一片月明人远的意境，将思念的情绪表现得委婉动人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皓月当空，诗人王建望月思友，但是无奈相隔万里，只能作诗抒怀。相比之下，戴进笔下的文人就比王建要幸运得多。他望着月亮，想起了自己的好友，好在这个朋友呢离得并不太远，他索性带上书童披星戴月来到好友家拜访。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幅月夜访友图。从今若许闲乘月，拄杖无时夜叩门。陆游的这两句诗就像这幅月夜访友图的配诗一样，显得应景而贴切。皓月当空，远景的青山连绵起伏，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，山下的田垄井然有序。画面的中景处，一座山峰高耸入云，
山上的松树浓荫蔽天，直插云霄。河道蜿蜒，溪水潺潺，一座木桥横跨两岸。岸边的村舍呢，掩映在树丛中，牧童骑在牛背上，悠哉悠哉地向家中走去。这也点明了画中文人访友的时间是在暮色初降的时候。而在画面的近景处，右下角的屋舍古香古色，门前的松树盘曲嶙峋，枝繁叶茂。随从轻敲大门，后面的文人身穿广袖宽衣，侧杖而立，想来啊，他对相见的场面是充满了期待。他身后的书童呢，转过身在和同伴交谈，可能是在分享这一路上的见闻。同伴肩上挑着扁担，扁担上的木盒排列整齐，可能是文人带的见面礼。以这幅月夜访友图为例，主要的文人、书童、屋舍都集中在画面的下方，并加以严谨细致的刻画，是全画的重心。中景的山峰溪桥逐渐减弱，远景的远山若隐若现，消失在天际。右下角的屋舍与左上角的青山遥遥相对，表现出虚实呼应的美感。中国画自古强调意蕴和意象的表达，所以古人在描绘夜色时，一般都是简单勾勒出月亮、星星或蜡烛来点明时间，而月色中的其他景物才是描绘的重点。但中国画还有一种独特的表现夜景的技法，就是通过渲染整体偏暗的色调来表现与白昼的不同。那这幅月夜访友图整体呈现出月夜柔和的幽光，就是运用了这种技法。但正如苏轼的名句所写的那样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只要思念的人一切平安，即使天各一方，一起看到明月时的快乐，也是能够相通的。